在垃圾前面也有事吗？最近很多打很给哈娜尊重欸，蜘蛛欧拉夫编下去抢赛特，右边给了 AD 尊重 Unifarm 塔隆大腿，不对，塔隆感觉是三路都能 C 欸，应该吧。虽然哈娜比这场062，但是他只有对他瑞士者的时候是这样啊，瑞士者是他一生的心魔啊，就像小草月跟那个遇到欧文一样啊。快要到终点。球桶了，再往一个打野上面边，楼一，怎么了，宝贝？啊？有特朗德在、欸，有特哥在、欸，有特哥在，怎么不拿出来特一下？耶！刘乐宇，你知道特哥是什么吗？如果你被特了，你可能就不在这里了、欸。很多打阿奇的角色啊，保守一点就那个什么库奇嘛，一堆远程法师之类的，凶一点的就什么艾克、卡萨丁、塞勒瑟，是塞勒瑟前面也有事吗？哎噗噗，猪女打死磕。蛮舒服的哦，伊利布朗姆死哥一等最强，一等无敌，进来开搞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硬吃掉啊？在干嘛？刘瑞宇在干嘛？为什么不吃掉、欸？对不对？是啊、哦，不吃掉。刘瑞宇上去都会把它吃掉，对不对？刘瑞宇最爱吃的啊、嗯，你会吃掉对不对啊？这个要吃啊，这个怎么可以不吃？为什么这个一等这么强的阵容不吃啊？搞不懂哎、欸，是不是太慢进去啊？几分秒？四十？不，这个拖这么久，四十几秒，不吃这个蓝真的可惜啊！喵喵喵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不吃啊？喵喵喵，输，我看一下下路谁先到先。哦，对面好运姐被动 OP， 那下路结束了。Yo， 耶、yeah 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鳄鱼。鳄鱼救你救！救救救啊！你看他的啾啾啾啊 ！Why？ 那个小兵打得很痛啊，他会这样打你屁屁啊！哦，这被 W 再度打掉一次啊！心魔，真的是心魔！啊，被打死了啊！啊，你这么开心哦！你真的是有 JT 的血统哎、欸！嗯，好，哈娜比在送头，他第一波被惩罚了一次，他还没学乖、欸。我记得上次有一次他是玩谁，阿卡丽也是被瑞神各种心机蹲点的、啊，瑞神蛮心机的、欸，其实上路小台女各种心机婊，二、就是你小台女，他已经蹲了这个哈娜比两次啊，嗯，找在哪？等一下，快看完了，快看完了，再等一下，嗯，下路直接是五九，嗯。角色输就算了，一等还被队友搞，可怜啊，可怜啊，可怜啊 ，Unifa， 你以为脱离了东山就算了吗？这边还有一个 River， 死哥刷了刷赢蛮多的，不过死哥刷，哎，坏掉了，怎么办？坏掉了怎么办？你要帮我修吗，宝贝？从小就要好好当个小工具人哦，刘瑞宇，有能力的女生比较多人喜欢。雀巢，雀巢，你怎么知道他叫雀巢？哦，你知道他叫雀巢，不要认识他，他很雷。你上去都打得比他好，刘瑞宇，对吧？等一下，快看到了，看到那一波了。好，你先去外面卖冰淇淋，等下爸爸就给你买哈。你去卖冰淇淋啊。你这样子警察被不要赶人哦。
哇，等一下，第三条龙。不要了。哎，警察伯伯的哨子没了。痛哦，你痛不痛哦？你去拿救护车过来。救护车的安保在哪里？安保不见了，在那个啊，在那个箱子里面呢。等一下，这视野是怎么回事？看一下。人也是圆的。干嘛？外面很黑啊、喔？不是啊、喔，不是摇头是什么？好可怕哦、喔！哦，是没有这个下塔，鳄鱼直接走进来。爸爸，我有。嗯。还我台主饼饼，饼饼，那是瑞好吗？大哥，那是瑞。你也是打电竞的吗？你也没文化吗？啊，安保在这里啊、哦！好，救护车、救护箱，来，救护车拿出来救一下对面的上路零零和二，漂亮！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出息的男人。我们都需要一个。数字来代表自己，4096062071.7K。爸爸。啊。不要。不要了，不要耳机了。好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在阿嬤家，我生不出来。爸比，好，就是这波了，应该就是这一波了。这波看完，帮对面叫救护车了，准备了。哇靠，瑞公打了五个人。哟。叔叔再见，叔叔二正，阿姨再见，一二正，再见，我要去陪他了，真的是哦，这么小就会勾勾滴哈，是，是哦，是哦，PCS 就缺一个会战伤害表哈、啊。哟。好，我去陪他了。这把，总结一下，感觉选死哥有点太后期了。不过他们刚刚选死哥看起来像一等想打点东西啊，他们是有套路的。所以，但是死哥一等又太慢进去，加上哈纳比又送给鳄鱼人头，所以这把总结就是这样。再见各位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拜拜。好啦，这么小就会勾勾滴哈。